你好。没有，你就讲啊。玉佩有什么禁忌？对，刚开光完这三天，带在身上睡觉。那洗澡的话，请你把玉佩拿起来。那我们会附你一个锦囊袋，你可以放在锦囊袋里面。若是你家里有神桌，可以放神桌上；若是没有，就请你放锦囊袋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三天之后带着睡觉。那一个礼拜之后，你可以到附近的大公庙。去供加持，请那边的主神，来加持你手中的玉佩。那就请拿着你的玉佩，顺时钟过炉之后，轻轻的碰撞上头杯，也请那边的主神加持你手上全天上帝的玉佩。再来三个月后，跟三个月内，请你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玉佩，因为这时候是你的全天上帝跟你。的磁场做磨合期，一方面怕有人身上有一些晦气或是不好的气会影响到磁场。再来，请你洗澡的时候，请你把它拿起来放在锦囊袋，或者是有神桌放神桌。那身体不舒服的话，请用飞罐用手轻轻的碰着你的玉佩，那请全天上帝来护持保护你。好，还有就是说，另外。如果说你有要行房的话，那以示尊重，请你把玉佩拿起来，那一样放锦囊袋，有神桌就请你放神桌上面。那一般外出，请你把玉佩把它晾放在衣服外面，可以帮你避开一些比较不好的无形众生。再来上班会担心上班吗？如果会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放在衣服里面，跟玉佩说一声就好，它可以见谅。还记得下面有开光的朱砂，不用洗，没有关系，自己掉没有关系。还有不要碰到水，因为水属阴。OK， 以上是使用禁忌。那我们会附一个锦囊袋，里面有一个预备的绳子。如果这段时间如果断掉的话，那请你们上网查一下怎么换预备的线，这样子。这是锦囊袋里面的绳子，还有。刚刚有说一些部分，如果说你怕忘记的话，没有中文说明书，一样帮你们放进去。好，以上是使用禁忌，好，解释完毕。好，谢谢师姐。多讲到了。好，开始。
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